师父说，命不是天定的，命运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。所以我不相信命运天定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哇，这还挺耐赶的嘛。杰斯坤真麻烦。嗯。本王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如果不是圣命难违，凭你也配踏进我叶王府？来人呐，叫苏荣过来，今晚就让他搬离崇德殿。你们王爷要不要这么小气啊？逼本姑娘分分钟开挂请神仙是吧？就是你了，出来吧，糯米团。你可知道这是何处？王八府！大胆贼人！叶楚王爷放开满口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我只相信自己，我是谁都无法左右的千云溪。